9月20日，美国华人政治联盟在柔斯密举行美国华人政治联盟2024年11月大选背书记者会，宣布支持并背书一些联邦及加州地方政府候选人。新闻发布会汇聚了各界精英和社区领袖，由美国华人政治联盟前主席史振发主持。我有两个理念，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城市的困难，一个是治安，第二是游民。治安的话，我要讲，我们一定要支持我们警察局跟消防局。有很多的城市，他们不愿意涨他们的警察跟消防局的工资。我们 RKDL 我可以讲，虽然是3-2，我们三票，我们支持他们，可以让他们有更高的工资，因为我们不希望有我们的好的警察局跟消防局跑到别的城市。第二，游民，我要跟每一个华人讲说，游民区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停止了游民区在阿尔凯蒂亚，我们停止了游民区在我们城市以后，我们给更多的福利跟我们周围的城市，如果他们想要有游民区，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把我们的游民带到他们的城市里面。我们现在很多的周围的城市都在帮我们这样子做。这次呢，我也是重新选举，那么是4年前我得到了大家支持，选上了圣盖比尔市议员，那么也完成了我当时答应选民的一些理念，像我们修了路，城市的预算从有亏为盈，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城市的运作的透明化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帮助 small business 在我们城市能够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环境，那么让一个是让我们民众得到好的服务，另外一个也增加市府的税收，那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维持修路啊，希望大家支持我另外一个4年啊。我是一个妈妈，我有两个孩子，希望为我们的社区做一点实事。其实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市政府跟我们平时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他们为我们社区提供非常多的服务，所以我作为一个土木工程师，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我不光只是说我会做，我会真正的去解决我们社区比较实际的问题，所以希望能为我们的社区贡献一份力量，感谢大家支持。 I'm currently running for a seat on the San Gabriel City Council for 2024 along with Councilmember Tony Dean and Mayor John Wu. I had the pleasure of serving with them back in 2022. We did great things. We accomplished great things like Ride SGV. We worked on our streets. We brought together backpack programs for our kids. And that was only in a small amount of time that we had together.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4 years.For Tony Dean to get reelected, for me to get elected, and to continue working with John Wu so that we can bring great things to our city of San Gabriel. 我服务社区呢有多年，而湾呢现在已经是加州第13大城市，那需要一个非常能够聆听而湾市民声音啊，能够真正为市民做事的一个市长。那我如果当选，我会认真聆听市民声音，然后解决安全住房、教育各方面的一些事项，会能够让儿湾更加这个安全，更加的美好也是作为一个所有人这个更适合居住的一个美好社区。据主办方介绍，美国华人政治联盟的宗旨是就选举事宜协助并教育华裔美国社区有关选举事宜，以及协助有资格候选人参选或获得委任，以发扬本会宗旨，通过增强华裔美国人在选举中的参与度。联盟致力于消除针对少数族裔包括华裔美国人的歧视与不公平待遇。